嗨，我是张小伟，今天我们来继续挑战《仙入侵噩梦》难度的第十五章。这打了这么久，终于来到最后一关了。就是如果有从头看到这边的观众啊，一定就是我的真粉丝了。还好我准备了这一把，砰砰。何必要演到这个地步哎？胶囊多少 ？Nobody here at all. 麻烦你走快一点好吗？没得升级了，都跪死了。无法。这个可以操作吗？不行。早期的唱片机都是一个超级大的喇叭。我怎么会突然忘记怎么走了？走快点嘛！这个进度，因为你走太慢，然后慢下来。真的，我完全忘记了。我记得会出现这个莱斯里的。我们都没有事件了。哦，是拿这个了。Rubik 忘记了。
losing our minds. Leslie! Losing our minds. Leslie! Losing our minds. Leslie! Losing our minds. Losing our minds. This way. 你终于会讲正常的话了。Hey, wait. All right, kid, where are you taking me?This way, this way. It's going to come down. This way. Sebastian! Leslie!然后我就被压死在这个瓦砾堆里面。啊，骗你的。在列车上闯来闯去的，终于回到原点了。当初不要离开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整个怎么说呢？就不用这么累，不用这么累，这样跑出去杀了无数的怪物后又跑回来，然后一切都在原点而已。好在不是现实世界。I knew it。这尸体颜色吗？这么高的食物角都不会摔伤。又回到这个血池了。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就一个狙击枪子弹而已哦。乔师傅没办法跟我们来，他已经被中了一枪，根本没办法走到，就算他活着也不可能走到这里，被打中了两枪。接下来就没得升级了。That's supposed to mean. You'll see. Can you see the body of the poor guy? Rest in peace. This is a dream world, so it's fake, right? You say right?为了让你好好的安葬，我就烧你一层。重播变片段。其中一个是女警，两名男性警员。到底是现实世界还是？
他的力气怎么那么大、怕火他刚好这个派上用场。竞技的场地，先把那个枪手干掉，这样会比较风险比较低。枪手是哪一只？接下来就一次解决。对，我会电击弩。一样，先把我敌人集中起来。这要打完了，这下应该是中间。一次一样，一次解决。进，慢了一步。对，我有鱼叉。再去制造一个，接下来会从这边过，可能会比较久一点。然后对面会出现敌人，先把拿十字弓光的敌人干掉。接下来就是看有没有办法把敌人集中起来。
没有时间转向了。先把那只点干掉，让它记下。我可不知道被那个火箭会打到。敌人已经死。OK， 这个可以慢慢来对付他了。有没有雪花兵？是这把啊，没子弹。好，先收过来一下这边的物资吧。哇，这个还可以站。看一下时间，有点久。我想物资收到这边就够了。先一个段落。把上面那个警示打掉就可以了。这边也是，全通了。这边可以说是最后一站，那就准备一下吧。集中一点。
再全部都用上。今天最后一站，全部都用掉。OK， 可以引用他们。这边解救好了，没事了，再多补几枪。我有点赶时间，这边的物资我就先不理了。晋级的巨人。I created this world. You cannot keep me here. 好长哦。走的时候小心点，因为地上有骨兽甲，被光照了也不会死，但会重回到，会把你送回原地而已。怕踩到捕兽夹的话，就慢慢蹲，慢慢前进，一直狂按圈。又一个。主要是菜单。那个我没有太多时间去屌他了。看来就在交叉处通过。又来了，没关系，陷阱都拆的差不多了。这种地方还放陷阱，干嘛那么麻烦？这边不好过，但是可以用石头让上面的眼睛闭起来。这个炸弹，还有一大堆捕兽夹，直接射掉，因为子弹多的是。注意在地上有没有捕兽夹 ？OK， 通过。战金王手套。六号，六号，
踩到那个血池，然后就走更慢。姑就是要摆明就是要彻底玩死这个主角。电梯可以上快一点吗？If I make it out alive, I'm never riding in an elevator again. 没时间参观了，直接去看我的遗体。或者是遗体。It can't be. Help! Help! Sebastian.Get away from him. Hey. Sebastian, listen to me. Stop. Your interests are the same as ours. Look, I get it. You're not just some rookie detective, and this is not just some ordinary kid. You killed Joseph and you shot me. So right at this moment, that's enough reason for me not to trust you. 他常说到底挂掉没有? You're a good man. That's why I...matter anymore. If you know who this kid is, if you know anything, you know why he can't be allowed to live. Bullshit. It's Ruvik. He's the one that... Oh, boys.Leslie, stop! 因为男主角的那个提灯，他现在烧得更伤了。对，那我们还不是把莱斯也直接送到他面前。主角真可怜，各种摔。
什么要承受这么多痛苦？这只不过是一个刚完成。等一下。看清楚再闪。他手抓的范围很广。运气太好了，坐到一个悍马车上。咱们这是最好玩的部分。然后，小人不用坐那个豪武去直接送上给你。插一针，这就是我的绝路吗？那是不可能的。哇，屠夫岩 RPG 都免费帮我拿来了。要瞄准点，瞄准。这样是打中那个下面的枪，像是弹弹的东西。把他的脑袋打爆。爆发出来了，但这只是在这个世界醒来，还有二次，因为这里还不是现实。
I created this world. You cannot keep me here. 但是我可以把你的脑袋踩烂。Ruvik, I'm going to finish this. Vital signs, sir. Leave that one, and those two. They're not going anywhere. No one can.其实想要最后这样死掉了，在那个世界里面死掉了，这边就醒不过来，就跟阿凡达差不多。其实乔瑟夫也是刚刚也是在刚刚那个浴缸里面，但如果一开始被开枪打中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在这个现实世界的乔瑟夫也会醒不过来。是来自己的浴缸。而这个警察是真的被瞬移杀死的吗？尸体都还在。战斗那么久，终于醒过来了。哇哇，就是面具杀手吗？不是 ，Go go go！ 真的。Detective, are you all right? Is there anyone else? Just give me some real. 他没有回答他问题。后来这个精神病院后续到底怎么样了？有没有结案？莱斯里，走掉。但是血乳可以让瞬移走吗？但是以后续故事也没有下落，因为二代是直接是 找他的女儿，就是击败乌比莫斯。啊，终于结束了，好累哦！从一到十五章都穿着毛头这样玩，其实还挺累的。暂时会比较少穿毛玩游戏。制作名单我没有时间看。步枪取得。
RPG 取得50000胶囊，这也是我第二次全破手指舞。哇，170次，先拍照存证。好吧，170也算少了。那游戏就这样到此结束。如果能看到这边的观众啊，那铁定是我的真粉丝了。感谢你们的观看。那我们下一期实况再见吧。OK。